靠近车门3至5米，方向灯闪一下，自动打开车门，再离开车门3至5米。如果车主未关好车门，喇叭叫3下，提示车主关好门。现在踩刹车，按1下启动按键，启动引擎。停车后踩住刹车，按1下启动按键，使引擎熄火。远程启动，汽车已在关锁状态下，长按遥控器上寻车键或尾箱键，喇叭响一下，转向灯闪一下，可远程遥控启动引擎。长按5秒寻车键或尾箱键，可远程熄火。